展览当中，我们有动物的起源啊，我们有这个植物抢滩，有重启云涌，有古海洋神秘花园，有头足动物头足峥嵘，有好多鱼的群鱼游舞，有到了动物上路之后攻击与防御，我们搭建了一个主舞台战海之滨。当然在这个展览当中，我们也非常谢谢工研院电子与光电研究所你们的协助，把高科技的东西啊，把高科技的产品能够跟观众产生互动，我们在透过透明荧幕就能够显现出重要的科学的信息。在这个展览里面，我们有两三位艺术家帮我们共同创作，一个是在英国的张忠达先生，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许浩成先生，帮我们做了很多非常精彩的古生物的一个画作。那在这个策展当中，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今天在座的来宾，每个人可能都拿到了这个非常精美的艺术折纸。